刚才招好酷哦，刚好看闪烁在上面。不在远观，蓝眼泪就在身边。以往我们只能远观追美景，但现在到马祖北海坑道，蓝眼泪就在我们身旁闪烁。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伟大韩日的奇幻飘零之旅。灯一关的时候，然后水一泼，大家都尖叫了，像精灵在跳。仿佛夜晚的星空，那个美貌会让人家想起少年拍的奇幻漂流。贴心提醒：拍照前请先设定好参数。拍照数值刚是1/30，然后 ISO。那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眼。H1。可以看一眼。然后30秒。对啊。F1.4。不然就会像记者哥哥这样。哇，左手边超亮，但是完全拍不起来。蓝眼泪又名种虾，是生存在海底的微生物，它们为求偶而发光，离开海水活不到100秒，每年4到9月为观赏期，赶快去看哦。报道学民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高名誉指定的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